中华民国岁次庚子年农历10月18日，建乐宫入火安座大典开始，典礼开始，鸣金擂鼓。首先，请咱本宫的令尊、定边神尊蘇府千歲入宫，由福清官蘇一武先生带领李志贤、黄文忠、蘇俊忠、蘇德胜、蘇坤浩、蘇祖莹来福清咱蘇府千歲定边神尊。咱这尊神尊当有200台斤左右，悬有3尺6寸，是由咱台湾关心帽、萧兰关心帽来完成。而且，搁请咱国家级的雕金师的师太师来雕刻，非常庄严。
建樂宮。拜託了，拜託了。